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大家会看到一切又不见了。我在思考说，我在上一集到底拍的时候，到底有没有拍到我 crash 的那个画面？基本上来讲，就是呢，我呢，没错，在1:16:4我又 crash 了，不知道他是到底是读取到了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呢就没有特别去浪费进度，我们就是开了一张全新地图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在这里冒险。道具基本上有什么我就先拿回什么，装备这边掉是一样。对，那再来就是这一集的进度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这东西吧。我一直都很想要试试看。打梅杜莎的话有两种方式啦，一种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你看1:16:4的那个，它的那个什么梅杜莎是正常的，可是，就是，我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先做眼罩，还是其实不用，还是就直接去，跟他定估值。我决定，我只要眼睛不要飘到他，我就可以跟他定估值，好不好？我相信我自己的技术很好，对我相信他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啊，所以我说为什么？什么啦？好烦啊！我直接挖下去好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有毅力。我看这边能不能把它解出来。这边现在是变成，如果你勾开错一个是，开错一个就是会不行，正常的这样打释放是不是？可是好像也没差呢，我下来了呢，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呢，我没有带火把呢，好黑哦、喔，黑，我怕黑，等一下。嗨，梅莎姐姐，等一下，太黑了。我先去砍几个木头回来，然后看一下运气好的话，会在附近如果遇到羊的话也是不错。他在面子狂笑哎、欸，他干嘛笑？笑屁哦、喔，有羊哎、欸，拜拜，居然一刀砍不死你。这个羊哎、欸、不行，好像走开，我们就拿羊直接做眼罩吧，去死吧。OK， 两个嘛，我看一下眼罩要怎么做。不是这样做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是两条线加一个皮革啦，所以我们其实是好人。两条线一条皮革，我觉得我可以找哎、欸，因为在你看这个什么，在那个梅杜莎附近，它其实有很多那个、啊。有很多那个线嘛，那皮革的话，打一只牛都羊马都会有吧？看一下，我望眼望去，这一片青青草原，没半只活着的生物，不错，非常好。他们已经笃定了，说我就是可以有办法战胜他。好，我就信这一局，我直接什么都不带，直接下去。不对，我要带，我木头，我要做几只亮的木棒才行。我会怕，好不好？我会怕。应该不应该全部做完的、啊，算了，管他都一样。好，走，出发。这里为什么都会有水啊？这里很奇怪。哦呦，他在那边，他走过来了。他很漂亮哎、欸，你们看他的造型有点不太一样。他在等我。你看，他在等我，他故意的。你看，我是不是白目的？他没有给我开死亡坐标点呢，还是在这本记录里面？哦，有，他要给我坐标。哼，还有携带的物品，好，我们先去找他。我乖一点，我戴面罩啊，我戴面罩。线啊，有皮革了啊，这只牛你也给我去死，我要肉。好，我们就戴面罩，我们再重新出发一次啊。那边有线，有皮革啊，戴个面罩啊，好。也许他在新版的可能变得比较敏感一点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一个皮革，有了，这就应该是眼罩吧？这是眼罩吧？我看一下，我要放哪里？这边，这样就是 ，OK， 好，那么简单的东西 ，OK， 好、哦，我就不信这一下他还可以石化我，应该是不行的吧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有面包还没吃。来，再试一次。虽然有点黑，不对啊，入口在哪里？哎呀，好恶心哦！哎呀，那是蟑螂哎，好恶哦！算了，它跑掉了。为什么戴眼罩才会看到这么奇怪的东西？走，这应该是另外一座吧？应该是，对，
我是记得这个地图刚开的时候，它其实有两座，它有两座。我看一下，美杜莎，有线，美莎莎。天哪，好像在玩恐怖游戏哦！发出了这么恶心的笑声。你在哪里啊，美莎莎？我现在翻滚，你们看，快乐的线在哪里啊？他是都被水冲到边边去啊！而且为什么每次来美杜莎他家就是这么潮湿啊？这里有，是你吗，美莎莎？美莎莎，怎么办都找不到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这边有，那什么？哎、欸，铁头盔，好。怎么办？我找不到他、欸，怎么办？他后来就没，他已经没再出现过声音了。我把眼罩拿下来找他好的啦。有了，亮一点了，在哪里？哦，在那里啦！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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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我现在戴眼罩，他应该不行吧？不行，不行，你看他不行，痛吧？可是他还是可以近战攻击，可是他因为有水的关系，他也靠近不了我。来啊！哦，你这从1.16开始，你全身被换了新的装哎！哎呦，美败呢！哎呦，好带哦，不，麦有被恭维哦，不错不错，来来来，再靠近啊啊，舒不舒服？这样行不行？啊，再来最后一刀哈！哎，死了！哎呦，好恶心哦！我可以把面罩拿下来了。哎呦，啊，他这样子红红的代表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有他的头哎、欸，传奇物品哦、啊，我可以戴他的头，不行，这样太没礼貌了。OK， 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我们至少会有一次性的可以避开一些脏东西的机会，对，因为我记得那个美杜莎的头从这一代开始，它就是使用次数只有一。哎呀，恶心，恶心！我这个罪孽的东西打死！哎呀，它会张翅，它会张开翅膀，我看到了，好恶，好恶！我现在要走远一点，因为这边算是世界首用，这边算是那个这个世界重生的地方，算是那个点，这座小岛而已。然后我要去游到更远的地方去，我已经忘记原本的地方在哪，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那是一座海底遗迹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这是一座海底遗迹耶。好哦，好哦，不错哦，好，趁今天结束之前，我要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，先来补足一些我消失的矿石们，然后呢，要找到村庄，赶快先住下来，然后我可能还要随时随地做备份，对，真的是。哎，每次都很容易玩到回溯的东西。这下面算蛮多矿物的，我们就直接跳下去好了。哎，好棒哦！哇哦，太厉害了！啊 ，OK， 我穿回来了，不要再射了，恶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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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只是想挖个矿，我只是想挖个矿。哦，好舒服哦，这个挖起来超有效率的。好 ，OK。嗯，前面那边好像也可以过去。地板这个要挖，就是那个超级多的那个宝石，怎么那么快就满了？不要，这个头巾要带。对，虽然那个很好做啦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多少要带一下。我们去找比较有帮助的矿石就好了，像是钻石什么的，或者是多补一点那个煤炭，煤炭很缺。你看这超好挖的、欸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用这招来挖个鱼骨好不好？用这个啊，看看能不能挖到那个比钻石还要稀有的矿石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种挑战嘛，对不对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会不会出现呢？有出现的话，应该啊，不对不对，挖错，完蛋了。它会呈现一个很像粉红色，对，它会很像一个粉红色。可是它的粉红色是因为它有自己的那个造型的粉红色，对。如果有的话，运气够好的话，我够欧的话就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挖通了，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干、啊、什么东西？这么想射我是不是？你看吧，去数吧，拜拜。这里也算是一个大坑哦。你为什么要想不开？哎、欸。是哎、欸，嗯，不是吧？等一下，不是吧？应该不是，应该没有那么好遇。他应该是，哦，痛，滚！他应该不是，他应该不是。
欸，是欸，是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是他欸，是他欸，这个，这个宝石，这个宝石比那个钻石还要硬，它可以拿来做一些类似基础装备和道具，可是它的那个防御力什么的啊，都比钻石还要再更高一点。对，好，可是好像有没有到玉髓我不确定，而且它真的是很少，它真的很少，而且它很漂亮，你们看，它就是长这样，有三颗欸，三颗可以干嘛？三颗可以做稿子吗？欸，可以，三颗可以做这个稿子，六的攻击伤害，然后 1.2 的速度，三颗可以做稿子。你看它很像这个，这是奥数矿石，可是这一颗它不一样，它就是它是有自己的那个花样在。我就想说，欸，是它吗？被我遇到了，欸，不错了不错了，至少可以让我们的稿子更进阶一点。我这边再多挖几个，多挖几个这个，欸，算了，我背包捡不起来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。煤炭跟铁多补一点，煤炭跟铁，我们回去就是可以马上把它做到自动烧炼了。对对对对 ，OK OK， 吸起来。怎么过去这一座看起来很复杂的地方呢？学学我，你也跟着会哦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不要。还有谁？这个头留着好了，还可以干嘛？可以留着做其他事情。死亡资讯不用了啦，羞辱我。鞋子啊，对，我鞋子掉了，难怪我不能跑很快。来，鞋子，好走。欸，我太衰了吧！我选错路欸，对面有钻石欸。Hello， 好，那我选这里。钻石在，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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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恶，他现在钻石的成就才重新跳给我，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挖过钻石一样。我有挖过好吗？我有挖过，然后这个不要。欸。哦，对，那是安山岩。还有谁？煤炭算够了，然后铁矿也算够了。好 ，OK， 这个旧的笔记本这个要。OK， 好，走，我们继续往这边挖。OK， 挖的差不多，我们回去找个村庄，稍微再把我们的东西给还原一下吧。然后我们就继续探险。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，我们可以做这一个这么漂亮的紫金钻石的稿子，不错不错。有村庄了。这个村庄看起来很美丽，我看一下这里面，耶！不是，我不要住这里，这里超级。这应该是村长家吧？这看起来这么的漂亮，又是这个不能用的自建台，真是气死！我想在附近先看一下，这附近应该，哎呦，这边好多鸟哦，这边真是村民都大放送。嗨，哦，闯进呐，啊，干嘛？出去买菜，还是要教小朋友如何挤奶？不错不错，乡村生活嘛。欸，那栋好大哦，那栋看起来就跟其他栋不一样啊。原来这边有贫富差距吗？他们可以随便这样转职的吗？他们想转什么就转什么，然后还顺便哦，好哦。可是我觉得这边的空间真的比较大，可是这也是他们的教堂，我应该毁了他们的教堂吗？是，没错，我要毁了他们家的教堂。全部的东西都先丢进去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然后呢，我要去外面砍几棵树，然后顺便把那个什么煤炭，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燃料，全部都先给它做完。然后他是刚刚的村民吗？应该不是吧？等一下，他进去会不会又转职了？转给我看啊！转啊！对他不行，他不行，他已经跟我表达清楚了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嫩烂。OK， 东西都准备完了，然后我这边发现到他下面的鱼啊。都超大的，欸，而且重点是，为什么他们的鱼好像会丢骨粉啊？你看，他会把鱼吃掉，可是这鱼是，哇，很大欸，我可以杀吗？该杀吗？杀一次看看好了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可是你也是一条肥鱼。这鱼一条的血量有12欸，我看这条是什么？蓝晒太阳鱼跟 Ray。嗨，它是可以烤的，熏或者是充能，好哦。一条鱼的功能可以这么多，我也是看傻眼，好不好？谁？欸，干嘛？干嘛？我就笑你上不来了，怎么样？我就笑你上不来。然后我们一样就是到地底下哦，继续收集多一点的矿石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顺便看能不能再制造一些好用的神器什么的。这是可以烤的，对吧？应该是不会当掉吧？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然后记得在这边存一个点。好，基本上东西都用好了，然后我要来做一件我一开始就很想做的事情，就是钓鱼。
对，我绝对不是看到鱼之后我才想到我有装什么钓鱼模组。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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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事，我一直都记得，好不好？我一直都记得。在我们的模组里面呢，有一个东西是那个叫什么渔业养殖嘛，对，那我们的鱼就会比较丰富一点。那我们这边的话也可以开始做钓鱼模组的东西，但首先我们必须先尝试的做出它的钓竿，就是这个铁钓铁鱼竿，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两个铁锭、一个木棒跟两条线，两条线，哎，刚好有两条线，好了，然后我要分解几个，再做成木棒，再做成斧头，然后还有铁嘛，铁剩下的铁要拿来做成铁钓竿。线两个铁，然后再一根，有了，这就是我们模组的铁钓竿。在这里钓钓看好了，铁钓竿会钓到什么？应该会钓到模组的东西吧？应该啦。就才发现我根本就钓不出什么东西，完全都只能靠几率性的东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什么？河鲈鱼。好，我想要钓的是道具或装备啊。OK， 来一点。来点道具或装备，直接给我钓出一个海神裤，就才发现海神根本没穿裤子。哎、欸，他会冒泡泡哎、欸！你看我的浮标，我的浮标在冒泡泡哎、欸，这是好事吗？耶、yeah, ，这什么？蓝晒太阳鱼，再来再来再来！我想要钓到道具了，我们钓个，我们尝试钓个几次看看好了。还有什么？什么深鲑鱼？这不就是那件 Minecraft 的东西吗？嗯，好，不管它，继续。哎、欸，哎，垃圾河豚。我可以牵，我可以牵多长？这么长可以吗？可以耶，要多远有多远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它真的是，它真的是会把我的鱼给咬掉。哎，它可不可以在？它可不可以养啊？这什么鳕鱼吗？哦，深鳕鱼。这感觉上可以养吧？这养在我自己家的水族箱，应该看的都很爽哎、欸，超大一只的哎、欸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来来来来来。你是 OK， 这个鱼是不能吃的。蓝晒太阳鱼可以干嘛？应该都只能够切成鱼肉吧？我在猜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把它吃掉，它吃掉其实就会，哦，这是它的粪便哦。哦，好好哦，能够想说为什么它们每次都会喷那个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这什么、啊、哥？它是某种藤蔓的植物哎、欸，然后它可以分解成紫色染料，然后或者是紫色的那个方块。可是它收集太多，然后烧一烧会变这个，然后变成这个。还可以萃取营养剂。目前看起来它的作用真的是很少，而且我已经钓到天黑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先回去吧。我如果无聊的话呢，我就自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再多钓个几下，看会钓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好了。对对对对，但至少。我们今天的战利品算是有拿到的了，我们可以自我防卫一次啊。如果说那个什么任何的龙啊来我们家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直接用那个美杜莎直接闪下他脸。那这个鱼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切，对对、啊，可以，它可以切成肉排。我们把鱼肉给切一切，我们把鱼肉给切一切。你来，这不能切，对它太小只了。鳕鱼可以，河豚，哎、欸、可以耶，鲑鱼可以，还有谁？河鲈鱼可以，还有那个什么蓝晒太阳鱼，太阳鱼被我切掉，这个可不可以？不行。你不行，你不行，谁会想吃木头做的沙西米啊？就真是脑洞大开、欸。OK， 那这个海草可以干嘛？海草可以钓哎、欸，工具箱，两个海草再加上一个箱子，然后再加上铁方块，可以做成钓具箱哎、欸。好像我不晓得，这個、好像很方便哎、欸，可能就是可以把你钓到的鱼啊，就帮你分类进去，这样也说不定。这个不能烤啊，哎、欸，不能要切，难怪怎么想说它怎么卡住了？好吧，那切吧。然后丢进去烧 ，OK， 我们至少现在有自己的那个什么食物了啦，有食物来源跟我们的钓竿的话，平时如果肚子饿的话就去钓一下，也许会钓到什么奇怪的东西。至于那个什么海神王的裤子哦，我其实不确定有没有海神王的裤子啊，但是我就想说，如果有的话也不错了。海神王，你不要穿裤子啦，给我穿。好了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